环保志工岁末感恩联谊会同步庆祝大爱台庆，欢喜又温馨。很感恩大爱台哈，把这个信息散播全世界哈，呼吁哈，人人拢来做。哦，来做这个地球才会好嘛。哦，啊，当然吼，大爱台就是咱一定爱扶持。哦，因为大爱台就是暴增导正嘛。他是拥有环保资历27年的杜玉珠，全力参与慈济二手衣送非洲，还有红莲乡嫁女儿的婚宴全舒食，做环保护持大爱台。我们的大爱可以护持大爱电视，可以绕全球，清流可以绕全球。一方面感恩，在一方面呢，也要把这环保理念带出去，让更多更多人能够知道。我觉得不只是一个感恩之旅，如刚刚总监所说，我们也是一个学习之旅。所以我们今天呢，就希望环保志工都能够手牵手，打开做环保，相相对对，满泥护鬼，象征大爱二二生日快乐。向2020年岁末表扬20年资历志工，大爱台更感恩全台环保志工群的付出，让资源变黄金，清流绕全球。大爱新闻苏娟娟、陈立伟高雄报道。